让我出去一下啊。哦，记得给我买个冰激凌。我要把你们和百年槐花树全都拿下。哎，看我买了什么？啥呀？洋槐花，待会儿给你们做个好吃的。今天居然偶然发现了洋槐花，闻到花香就满满的回忆了。我是不是暴露地域属性啦？先把这大概一斤的洋槐花清洗干净，不需要控干水分，直接少量多次的加面粉，有干粉的话再加点水，差点忘了调味，抓拌到这个状态就好，等水开蒸20分钟就可以直接蘸料吃啦。不过小时候还是最爱吃我妈炒的，磕两个鸡蛋，再用葱蒜爆香，蒸好的洋槐花丢进去，调味就根据自己口味吧。我放了盐、鸡精、生抽，最后撒点葱花，出锅直接吃，或者调个料汁，味道都是……这是不是只有北方人才懂的美味啊？过来吃饭啦，我来喽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好吃？这是蒸洋槐花，没吃过吧？洋槐花，全都拿下！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，我不吃了。抵制你这种行为！放心，我没砍树，槐花本来就可以吃的。那南风吹来起。再给我来一碗吧。再给我来一碗吧。我们要爱护花草树木哦。哎，不要扔，这橙子皮可是好东西，这几个橙子皮能做几个纸杯蛋糕呢、用橙子皮做几个蛋糕，我可一个都不吃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还好我手快，不然就做不成这个爆头马芬了。刚抢下来的橙子皮清洗切成小丁，待会儿用90克自然软化的黄油加90克糖粉1克盐过筛，按压混合一下，打发到颜色发白两倍大，分三次加入2个鸡蛋的蛋液，每加一次都要充分搅匀，然后加66克低筋面粉拌匀，再加30克牛奶继续拌匀，再重复两次加面粉和牛奶，最后成这个状态，装入裱花袋，挤到模具纸托中，最后把橙皮丁撒在上面压一下，烤箱180度30分钟，这款极具人气的爆头马芬蛋糕就完美呈现啦。这是外酥内软的口感，又汇入了橙子的香甜。刚做的蛋糕哪去了？你不是说一个都不吃吗？我说的是一个不吃，但我可以吃4个呀。好什么？吃不上吧，啦啦啦啦啦。人呢？你干嘛呢？劳动课。晚上吃什么？流心蛋包饭。我太难了，不行，换一个。蛋包饭，炒米饭不香吗？就是不敢挑战，不会做。哼，你的激将法奏效了，硬着头皮试试吧，总不能在儿子面前服输吧。先炒个饭，这不是重点，炒饭就是有肉有菜就行了。其实我觉得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，都闻到香味了。炒好，先把饭盛出来，凹个造型，下面磕鸡蛋。万一我失败了，还有老薛的蛋包饭当挡箭牌，正式的3个鸡蛋打散，过筛会更嫩，颜色更黄而已。好紧张，先大火迅速搅拌，转小火把一边卷起来，完，变鸡蛋饼了。失败，第二次失败，第三次换电磁锅，差一点点，第四次保险起见，全程小火慢慢的卷起一边，锅太深另边不太好卷，只能顺势滚了。最后一步划开，没有太完美，我没鸡蛋了，淋上番茄酱就完成了。虽然切开的步骤有遗憾，哦，看着好好吃哦。蛋包饭，蛋包饭，蛋包饭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错了，再来。你居然没翻车。喂，早餐吃什么？麦叔叔的薯饼，没有土豆。跟我来。哇，挖到土豆了！天哪，这一大早收获不错，把刚挖的土豆收拾好，切片蒸半小时，蒸好盛到盆里，打成土豆泥，加点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2勺玉米淀粉，捏吧均匀，为省点油就不炸了。刚才的土豆泥捏成饼，中小火煎到两面金黄，看着颜色就咽口水了。最后淋点番茄酱，简单美味的薯饼就可以吃了，口感跟麦叔叔的一样，外脆里嫩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吃完赶紧上网课去。好嘞。哈哈，哎，爸爸，咱们有10000块钱，你会给妈妈吗？10万，就是有100万、1000万，我都不带睁眼的，全都交给妈妈。那假如你有385.05块，你会给妈妈吗？拇指
十生煎，358.05都花不完，123的肉馅，吃一块的馄饨皮，8块我的包菜，我还能剩五指生煎，不就是用包包子的方式包个馄饨吗？只不过肉馅的调法有点不一样，想要做出鲜美多汁，得先把花椒炒香，加水煮开，煮出香味，捞出花椒，关键是再扔个浓汤宝进去，煮化开放凉，少量多次的浇到肉馅里绝拌，一大盆肉馅着实需要点臂力，绝拌到黏糊上劲儿就行了。我喜欢肉馅里多多的小葱，总觉得这样吃起来更香。肉馅搞定，拿出我最大的盘子开包，薄如宣纸的馄饨皮儿，这包的时候是要蘸点水的，不然粘不起来，包的速度要快，不然下张馄饨皮儿就干了，那就会裂开露馅了，包好还真跟拇指差不多大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了。我预计这100个需要花个3秒多了，太小了，我也数不清了，应该够了吧，那就得用到我最大号的电饼铛了。为什么不直接摆到锅里啊？好吧，再挪到锅里，哎，又多花了3秒，先煎个2分钟，有点焦巴了，加层薄淀粉水，盖盖焖5分钟，再收干水分，就可以完美出锅了。哦对，还有葱花和芝麻，哇，满屏都是生煎包，我觉得这一口可以吃仨，皮儿薄而脆，看着就嘎嘎香。我之所以做这么多，是因为待会儿有个神秘嘉宾，小牛试吃员现在正式上线了啊，一口没了。我终于也吃到拇指生煎了，这么大一个你能吃多少个？我能吃90个，给留10个给爸爸。这肉根本就不过了，等我一句，没有用。哎，别抢了，还有一锅更好吃的呢。包菜只用外面4-5层的绿色部分，全部切成极细的丝儿，扔盆里撒一勺盐，杀出水分，再切点洋葱碎，拌到刚才生的肉馅里，进行个改造，再把预留出来的虾扒掉壳，这我用2秒就能搞定了。包菜洗掉盐，攥攥干，开始第二种包菜虾仁生煎，肉馅包住虾，露出背，包菜粘一层在肉馅上，就是一个霸气外露的5皮生煎了，这次啊我就直接码在锅里了，码满再喷点油开煎，哇，香味飘出屏幕了，这个就得上下煎了。讲真，菜多真的好吃，不光红利的颜值高，而且营养搭配也不腻。这么大你能一口炫啊？哇，一整颗大虾，这你能吃几个？一盘子我全包了。行，悠点，我还有神秘嘉宾呢。这在外面385.05可买不到啊，这钱咋凑值？哎，来了。我被隔离了，我被隔离了。你都这么多怎么办？我替他吃了。妈妈快点儿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我要吃肯德基的小龙虾汉堡。来，给你。这不是鸡排堡吗？你有多难我多难，想要龙虾变鸡排。现在下架了呀，没有。龙虾堡嘛，我给你做一个，只做汉堡岂不辜负啦？还可以有更美味的。先扒些虾黄出来，待会儿用。把清洗好的小龙虾水开焯2分钟，控水后再炸一下。做个自制13香口味吧，用这些配料爆香，加一大勺豆瓣酱，小龙虾丢进去，再加这些调料翻炒，然后加杯水焖个7-8分钟。哇，好香啊，这就可以吃了。但是得扒一部分做龙虾堡，自己做的才是真材实料的小龙虾堡，满满的龙虾肉啊，看着就流口水。最后把虾黄蒸个蛋，简直不要太美味了，感觉鲜香味儿要飘出屏幕啦。哇，我这么多小龙虾。80吨。分我一半。哎，我待会儿给你留一半。这就是你给我留的一半啊。